もパンでもみんな踊りを踊っているよ。お鍋の中からインチキおじさんどうぞ。いつだって忘れないエジソンは偉い人。そんなの常識だったから、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、おへそがちらりだったからリラ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バッパパラパピーシャラピーシャラ、踊るポッポリン的拼图，应该在。姐姐对拼图还真有兴趣，竟然能够耐下心来对付这么琐碎细小的事情。啊，基本上拼好了，就差最后一点了。哎，还蛮可爱的嘛，姐姐，你也让我拼一下嘛？才不要呢。有什么嘛，两个人一起拼的话可以早点完成，让我来帮你吧。不用你帮忙，我也可以拼好的。这幅拼图我想从头到尾都是我自己一个人来拼，因为我喜欢拼图。小气鬼，又不会有什么损失。你要是那么想拼，自己去买好了。哎，姐姐，你能过来一下吗？好的。绝对不许碰，知道吗？知道了。这人呐，就是你越说不要动，人家就越是想动。话说的倒是很有道理，但其实只是你自己想拼罢了。好嘞，这一块应该放在哪里好呢？哎呀，不对嘛，是这里吗？哎呀，也不是这里，到底放在哪里好呢？这拼图可真难呢。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看看嘛。你刚才不会已经碰过他了吧？没有碰，没有碰，我保证，我完全没有碰过他。没碰就好。好了，我现在要做作业了。哇，好险呐！待会儿一定要趁姐姐洗澡的时候把它放回去。喂，你这蠢货！哎呀，姐姐这么快就已经洗好澡了。不要这么冲动。是这样啊。怎么了呀？没什么。小丸子，趁浴室空着，你也快去洗澡吧。切，好不容易有机会把拼图放回去的，算了，明天也可以的。今天的午餐是咖喱。第四节课开始就闻到香味了，我的肚子一直在咕咕叫呢。洗好了。小丸子，有什么东西掉了？你怎么了？没什么事了。哎呀，糟糕，忘了把拼图放回去了。那就只能比姐姐先回家，然后放回去了。偏偏在这种时候轮到我打扫教室。莹同学，花盆的下面也要好好擦一擦。我知道了。不快点干完回家的活。我说莹同学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快点去把扫帚拿过来。好的，实在对不起了。老天保佑，姐姐比我晚到家。我回来啦。小丸子，你有没有看到过我的拼图啊？拼图怎么啦？最后一片怎么找都找不到，我昨天明明都收拾好的呀。这样啊。
到哪儿去了呢？啊，那我也来帮姐姐一起找吧。怎么办？总不能跟姐姐说在我这里吧？有了，若无其事地扔出来，然后假装找到了。好嘞。你那里我刚刚已经找过了，没有的。是吗？那么那边呢？啊，那边也找过了。哎，这样岂不是没办法扔出来了吗？哎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在找东西呀？真是的，为什么连爷爷也来了？这不是更没法扔出来了吗？到处都找了，竟然还是找不到，真的很奇怪呀。我说小丸子，你是真的不知道吗？要是你敢骗人的话，不知道，不知道。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办？怎么放回去好呢？到了这地步，也不能说出真相了。怎么才能想出个好办法呢？早知道会变成这样，还不如早点道歉呢。什么声音？还回来，把我的伙伴还回来，还回来。小丸子，你打算睡到什么时候啊？妈妈，你真是的，为什么不叫醒我呀？我叫了你好几次了。好了，快换衣服吧。哎，裤子，我的裙子呢？下摆有点开线了，要缝一下。今天你就穿这条裤子吧。可是我今天还是想穿裙子，行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别啰啰嗦嗦的，再不快点就要迟到了。好了，快点，快点。老天保佑，妈妈没有注意到拼图。老天保佑，妈妈没有看口袋里面。小丸子，你怎么了？无精打采的。身体不舒服吗？要去保健室吗？没事的。裙子，妈妈，我的裙子呢？什么嘛，连句我回来了都不说。我回来了，裙子已经缝好了吗？放在你房间里了。太好了，我还顺便洗了一下。洗过了。拼图呢？没有了，拼图没有了，没有，这里也没有。因为是纸做的，所以融化了吧？怎么办？糟了！小丸子。没办法了，事到如今只能重新埋伏拼图还给他了。只有这点钱。拜托您了，拜托您了。真让人为难啊。求求你了，老板，等我零花钱攒够了，一定会来买的。所以在那之前，请不要卖给别人，拜托您了。哎，真是让人头疼。我四处碰壁，真想逃到一个遥远的国家去啊。这里是地狱的第一站。我回来了，小丸子。还好妈妈在洗衣服之前发现了你裙子口袋里的这片拼图，要不然的话肯定会变得湿乎乎烂糟糟的。对不起。真是让人头疼的孩子，今天罚你不许吃点心。是
那真是太可惜了，小丸子。今天妈妈正巧做了你最喜欢吃的布丁哦。布丁！第二天。这样啊，原来发生了这样的事情。小玉啊，要是做了坏事，还是快点承认比较好哦，要不然会遭到难以想象的报应的。对呀。啊，小妹妹。啊？啊，是玩具店的叔叔。太好了，我往门外一看，正好看到你经过。关于昨天的那个拼图，我最后决定还是把它卖给你。像你这么喜欢拼图的客人，现在可真不多了。我想，如果卖给你的话，你一定会很珍惜它的。不用客气，小妹妹，叔叔会一直等你。在你来之前，叔叔绝对不会把它卖给别人的。那么，我等着你来哦。嘿嘿。小丸子，小丸子连做梦也想不到，这报应还在继续。他的身心都快要崩溃的七零八落了。小丸子参加急救训练。我回来了，妈妈，我从三松屋那里拿到了这个，他说让大家都要去。是什么呀？大减价还是清仓大甩卖？好像不是你说的那样的。我看看，啊，急救救命训练呢？哎，街道里还会搞这种训练呢？据说到了那天，会有消防队的人过来指导的。训练是要做些什么呢？是急救救命训练。什么九九九啊？不是九九九啊，是急救救命训练。哦。是指突然有人倒下的时候，能沉着冷静救人的训练哦。为了紧急事件做准备，也没有什么损失啊。紧急事件一般不会有的吧？这谁也说不准呢。打个比方说吧，喉咙被大蝠团噎住了，好痛苦啊之类的。怎么了？爷爷，吃大蝠团的时候小心一点呢。是是啊，可别一口吞下去啊。奇怪啊，难道这大蝠团有什么问题吗？大家担心的不是大蝠团，是你。我觉得呢，我们家也应该有个人去学习一下比较好。爸爸，你去怎么样？让我去，可是这很麻烦。你怎么可以说出这么不孝顺的话？不孝顺？我做了什么不孝顺的事情吗？暂时还没有做，但是万一出了事，对吧？那小丸子，你去不就行了吗？你的人生还长着呢，去学的话，总有一天会派上用场的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还是大人去比较好。可那天我正好有点事啊。那天我也不能去呀。我也是，我既不是大人，也没有空去。咦，又是大人又要有空，难道是我？带着一点点不安，迎来了第二天。哇，这里好热闹啊！啊，藤木和永泽也在呀、啊，冰冰和猪太郎也来了呢。哎呦，猪太郎的妈妈好像很有干劲儿，打扮得很漂亮呢。妈妈，会有点心吃吗？不，真不像样不。好了，大家请安静一下，现在有请两位消防队员给大家讲话。各位，你们好。你们好。今天我们会教大家在身边有人晕倒的时候如何应对。为了在最短的时间里救助倒下的人，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拨打119。什么嘛，那样我们不就没表现机会了吗？不是的，在救护车到达之前的几分钟里，能不能拯救宝贵的生命就要依靠在座的各位了。生命听上去好可怕。一开始可能会有点害怕，但是只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有一颗想要救人的心就没问题了。这样啊？好嘞，我会努力的。谢谢，有你这份勇气和体贴，就可以拯救他人的生命。谢谢。那么现在请大家两人结成一组，
妈妈，他说两个人一组，哎，加油吧。那我呢？爷爷嘛，该怎么办呢？爷爷就看孩子吧。看孩子吗？也麻烦你看一下包袱。那正好，我就和爷爷一组。嗯，是啊，爷爷和小丸子是同心协力、团结友爱的两人组嘛。也不用那么夸张，爷爷，现在临时组一下就可以了。竟然说得这么冷淡。大哥哥，我们见过，你还记得我吗？啊，哦，你是那个时候的，当时你很恐惧，现在已经不怕了吧？哦，我很想谢谢你在那天，我哎，你冷静一点。我在那天谢谢你救了我。永泽同学真是下了很大的决心呐，竟然自己说出火灾的事情。要是当时注意一点的话，就是只注意防火吗？是啊，要是处处都小心防范，也就不会发生那种事了。这才是我今天来的目的。你要好好的学习呀。好的，我再也不想给大家添那种麻烦了。谁都不想给大家添那样的麻烦吧。所以大哥哥，请让我和你一组。我只是负责说明的，所以这个嘛，真是的，本来想和可靠的人在一组。啊，也就是说我不可靠了。这位同学，回来回来，你就跟他一组吧。好。藤木同学，你刚刚不会是害怕的想要逃跑吧？我就知道你是个胆小鬼。不是的，是因为……哼，解释也没用的。永泽同学，那么我们把这个人偶当作是倒下的人，先确认周围的环境是否安全，然后试着和他说话。刚刚那个同学，你来试一下。我吗？真不好意思。喂，你没事吧？哎，好像没什么反应啊。那么就用再大一点的声音。哎。那么，喂，你没事吧？接下来要向周围的人大声求救，谁来帮帮忙？妈妈！我的宝宝醒过来了！发生紧急情况了，孩子的妈妈，请快一点！妈妈！这个伤难极了，给他换尿布吧。应该就在包袱里。可以继续了吗？一只手按住他的额头，另一只手把他的下巴往上提。是像这样吧？是啊，这样就能保证气管内的空气流通。接着耳朵靠近他的嘴巴旁边，用10秒左右的时间确定一下他有没有呼吸。是什么都听不见，他没有呼吸了。不好了，你振作点，丸子，快点打119。好逼真的演技呀、啊！你怎么这么悠闲呢？有人倒下了，还不快点救他？这只是个人偶，爷爷。那个，我们要不休息一下吧？不用了，接下来才是最关键的。这里请交给我们吧，请您到那边去。好的。妈妈，我饿了不？你就不能安静点吗不？如果遇到既没有呼吸、心脏也不跳动的情况，就要进行人工呼吸和心脏按压。人工呼吸？紧紧捏住鼻子，把自己的嘴对着对方的嘴往里吹气。这接吻吗？不用直接，请用这张嘴膜。哦，就像隔着玻璃接吻啊！年轻时候看到电影里有这样的情景，我就心砰砰的跳，还真是好浪漫呐、啊。请你把口红擦掉。你说完了不？喂，我说猪太郎，你妈妈为什么要涂口红来呀、啊？我也不知道不。夫人，你简直就像玛丽莲梦露一样啊！好讨厌，你又在讽刺我了不？玛丽莲梦露可是很性感的。还是饶了大家吧，各位。真的遇到这样的情况，一定要认真做才行啊！
是啊，在这里不好好学习的话，可是救不了人命的呀。嗯，说得对。那么，我们两个来为大家做示范。两个人当中，一个负责输送空气，像这样吹两次；另一个像这样对心脏进行按压。拯救生命，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啊。今天辛苦爷爷和小丸子了。已经学得很完美了。嗯，我什么都可以哦。小丸子，你不会已经忘记了吧？没关系，三松屋老板把今天教的内容都给我们写下来了。啊，没想到还要做心脏按压啊。嗯，就是按这幅画上红点的地方哦。心脏按压的位置是在两个乳头连线的正中，按小孩子的话就用单手，按成人的话就用双手。像这样，一二三四，呼呼，就像这样吹气。要利用上半身的体重进行按压哦。爷爷和小丸子亲身体验过，真是让人放心呢。如果还有机会的话，下次我也去参加训练。嗯，那很好。小丸子，你干什么呀？你乖乖坐着别动。你要干什么呀，小丸子？啊，听得见呐，我能够听到扑通扑通的心跳。那当然了，人活着就有心跳嘛。好温暖呐，活着真是了不起呀。活着真好啊，好开心的。心跳的声音就是生命的声音。小丸子稍稍体会到了活着的喜悦和生命的可贵。期盼已久的暑假终于来了，大爷同学他们说要骑自行车去寻找八川的源头，可看看我，啊，没有任何活动，只能待在家里。哦，全家一起去旅行，这是真的吗？下集樱桃小丸子讲的是梦想全家去旅行和八川的水从哪里来的，敬请期待哟。